好，尊贵的顾问，晚上吉祥；尊贵的会长，晚上吉祥；尊贵的各位老师、同学，晚上吉祥。好，我们今天接着来继续学习这一个辅音，这四个辅音当中的最后一个。呀，我想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视频。这样吧，要不我们先请一下老师，有没有老师和同学愿意拿麦，把我们上一节课所学的这个音，就是"这个音，把它发音规则说一下，然后把这单词再读一下，然后呢，接着呢，我们再学习新的这个辅音，好，我看一下有没有了。法隆师兄，好，有请法隆师兄。老师，今天师兄吉祥。我，哎，这不听到自己有回音吗？您说什么？哦，我听到有回音。有啊，回现音。在啊，现在没了，现在没了好。啊。那个，哎，我发哪一个了？那个，这个短元音上面的一个是下边的一个嘞。这个声，这个辅音，这个音，对，那个嘴型像摆成，吃饭的吃，然后他那个，因为先是 t 嘛，先发 t，然后是，然后发 t 的时候，你这个连起来就是先那个是摆成一个 t 的嘴型，然后就是上齿。贴近那个惭愧，自己表达起来咱也简单。然后那个提先发先声形成一个阻塞音，然后舌尖抵着上齿腭，对，上齿腭，然后再那个，因为是得发成是一个轻声，这是个清辅音。然后这个气流就是，有阻塞，然后突然冲破。那么我学再发一下那个单词，child，truth，truth，much，much，catch，catch，coach，coach。Coach, coach, Nature, nature, check, check, touch, touch, beach, beach, chase, chase, 请王老师指导。好，谢谢你。发的非常好啊，但是就是非常好，但有一点点就是你要注意一下的，就是最后一个单词啊，来闹，它是那个长元音，这个一，所以说它是和一的组合，所以对，Cheese, 你再发一遍好吗？好。cheese, cheese, cheese，它不是 cheese，它是 cheese，cheese，cheese, cheese。自己再练一下吧。没关系的，没关系，就是这个音您要注意一下，您再把它发几遍好吗？这个音。好，我明白了。就是说，发这个音的时候，您就是要注意一下，它这个舌头不能卷，就是它就是像以前小吉师兄说的那个"喔喔"，就是不能把它发成那个 "raw" 的那个音。我们发 "raw" 的时候，舌头有点卷，它是不能发成""，它是"sorry，就是""。你看一下，这个舌尖抵着上齿龈，这个"
这个 ch，sorry，ch ch ch。如果我一卷的很厉害的话，您听一下 ch 就 ch，你有没有听出来它的区别？有一个儿化音的，貌似有点儿化音，感觉就是卷的话。对，就是那个舌头就是不能卷嘛，一卷的时候它就是那个 raw， 那个 raw 的音的时候它是卷的，所以这个对、哦、这地方要注意一下，对，这地方注意一下。啊、oh,，Thank you。好，好，谢谢你。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这个，下面这个辅音啊，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发这个音呢，它就是从这个这个爆破音啊有个重组的一个过程，就是就感觉这个舌头啊就特别使劲的去顶着这个上齿音，然后呢往后再缩一下，就是为什么它跟咱们说汉语那个吃饭那个吃可能不太一样呢？就是它有一个重组的这个过程。汉语里面吃饭那个吃，它没有一个它成组这个过程，所以它感觉是不是那么的使劲儿。但你发现英语不是，英语它有一个的这个过程，就感觉是说我感觉扭了一个阀门，然后突然把这阀门打开了，然后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这个气流突然冲出去的这样一个感觉在里面，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一开始你在发这个的这个音的时候呢，因为你是先需要发一个 t 的这个音，所以你的这个舌尖要抬起顶到上齿龈那里，先顶住，然后有这些气流，然后呢再把这个舌头再往后缩一下就可以了，就是就行了。比如说 chip march choose， 那刚刚有同学说让我发一个 try 的这个音啊，try 好像不是这个发音啊，不是这个音节，忘我说了刚刚的啊。我们等一下再发那个 try 的那个音，先发这个 chip march choose 啊，是这三个是这个对应的发音。那也是一样，如果这个 ch 的这个音啊，它是浊化的话呢，就变成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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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也是一样，你开始在发这个音的时候发一个的的这个音，所以也就是你的这个舌尖要抬起顶到上齿龈，形成一个阻碍，形成一个重组的一个过程，就是 j 比如说 jacket large fridge jacket large fridge。 好，现在呢我们这个就是这一个音，这一个辅音 ，j， 它这个嘴型也是一样，就是看摆成也是吃饭的吃或者诗歌的诗，舌尖也是要抵着啊上齿龈那里，跟这个 ch 这个嘴型和舌位是一模一样，只不过它这个是声带要震动的，所以发作 ，j j j j。G， 好，下面我把单词给它朗读一下。G G G bridge bridge fridge fridge G G G street 这一个是 A A aim aim strange strange sorry。strange OK， 下面一个是 G G G village village village， 这个参加是 G G， 这一个是 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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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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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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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下面一个裁判 G G G
judge，judge，judge，judge, judge, 这一个信息下面一个 g，g，g， 这个是半开口的这一个 message，message，sorry，message，message， 吉普车这个 g。G G E E Jeep Jeep Jeep， 下面一个页码，这个是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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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Pay A Page Page Page， 这个六月。下面一个是一个长元音 u u， 这个长元音 u 摆成的嘴型是 u 的嘴型，然后舌后根要这个舌尖要后缩，舌后根抬起，所以说它是 g g， 和这个 u u 连起来是 ju ju ju。后面有一个鼻辅音，Ju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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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这是这个音的情况。下面有请老师和同学来演练这个音标。Okay. 好，是好，法龙师兄，好，有请法龙师兄。Bridge，bridge，bridge，bridge，strength，strength，willet，willet，join，join，dot，dot。message page 请王老师指正。好，您把这一个音再给他发几遍好吗？这个单独的这个音表，这这这这这他是发 G G G， 嘴型摆成那个吃饭的吃嘛，就 G G， 有一点点那个音，就是那个 G 的那个音哦，就那个 G， 但是那个嘴型和那个牙齿位完全不一样，就是嘴型和舌位，它是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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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不是。它是 G G， 我再听一下老师和同学的吧，听下面老师同学吧。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好，下面有请天光师傅。OK， 老师好，大家好，请问听到我声音吗？听见您的声音。我声音大不大，老师？你能听到吗？我听到，但不是太大，对，就是中等的，你可以再大一点点。好，现在老师，现在可以吗？我听得可以，不知道其他的人怎么样。好，那我先把那个音标数一下它的位置。第一，我们先把那个口型摆成那个吃饭的吃，然后把那个舌头把顶住上齿龈那里，然后顶住，然后把那个声音冲出来，然后它因为它是浊辅音，所以读的时候声带要震动，所以变成吱吱吱吱，对吧，老师？对的。好的，
那我读一下那个下面的几个单词，我里面我只会几几个而已。好的，好的，好的。那我读那个冲创吧，然后是一，然后了一，不是支 village。然后那个信息然后那个不是它是然后那个一然后那个支不是支变成message。好的，老师，我只会两个。OK，Wonderful，OK，天鹅师傅您太棒了。OK，OK，完美哦，完美。好，谢谢老师。好棒，好棒，真的好棒。来，我帮忙吧。好的，好的，这个音您完全掌握住了。OK， 太棒了。好，真的是太棒了。好，好，下面有请是。是锦锦 ，OK， 好 ，Please。老师晚上好。我来尝试读一下。好的。那个音，发音的 ，j，bridge，bridge，fridge，fridge。stranger，stranger，stranger，village。Village, j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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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dge, judge, message, message, jeep, jeep, page, page, June, June, 请老师指正。好的，您这个，这个音您再发几遍好吗？这个音，接着。他是发这个，他不是发 j， 他是发 j， j j j。他跟我们这个 j j 还 sorry 还有点点不一样。我们一般的说我们的这个 j， 您看我们讲 j 的时候，我们牙齿是不是就咬着了，是吧 ？j， 嘴巴是扁的。但是我们发这个音的时候，这四个音都一样，嘴巴要摆成吃饭的吃，或者诗歌的诗。吃对，就是嘴巴那个嘴唇是要翘起来的两边，像朵花似的那种感觉，就像开的花那种。对，那吃饭的吃，对吃，然后那个不，吃饭的吃是翘舌音，是吃，对吃。对，吃，然后这个舌尖要抵着上齿龈，那你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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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g g g， 嘴型还没有摆对，就是仅仅师兄，就是嘴型要摆对，嘴型要摆成就是，OK。您这有没有这个视频？要不然我可以就是说把这个视频啊再传给您，就是说就是这个伊丽丝老师的爱丽丝老师的他的这个视频可以传给您。是您看一下他的嘴型好不好。好好，谢谢老师。惭愧。感恩老师。感恩您。的谦卑接受。好，我们今天正好时间也到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节课我们把这个音再给他复习一下。好，无尽的感恩大家对我谦卑的接受、包容、聆听和慈悲的提携。好，我放麦了。Hello, good evening, everyone. 中国的
尊贵的顾问，晚上吉祥，尊贵的会长，还有各位老师同学们，晚上好。大家听得到声音吗？看得到屏幕吗？好 ，OK， thank you。我们今天就直接来学习新的章程的内容。今天学习委员会成员资格的第三点。然后第三点的话，我刚才看了一下是没有三单词的，然后我们就先不复习单词了，直接来学习这个第三点。第三点讲的是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啊，这句话的意思是，委员会成员必须是在年度全体成员大会上选出，或者是根据第33条任命的。我们现在学的只是26条，然后33条呢，可以先跟大家说一下33条大概的意思是什么。33条它大概的意思是说填补那个委员会的临时空缺。那这里面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委员会的成员因为某些原因他就不能继续他的职位了，然后他那个职位变成空缺的话，那么这个委员会他是可以去在协会里面任命任何一个成员去填补那个空缺的。但是这个空缺呢，它只是暂时的，因为如果你要这次当选的话，必须要走程序，必须要经过开全体成员大会进行选举，必须要走程序。所以其实这句话它的意思是说，委员会成员必须要在年度全体成员大会上选出，这个是正常情况，这个正常情况。然后后面的或者根据第33条任命，这个是属于有时候一些异常的情况，因为有一些委员会的成员可能他还等不到我们召开年度全体成员大会的时候，因为某些原因他就主动离职或者是被动离职，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有人来填补他那个空缺，去将协会的事情做好。那这个时候呢，委员会是可以从协会里面任命一些人来填补这个临时空缺的，但它仅仅只是临时空缺，并不是正式的任命。好，这个是第33条的内容。所以这个也是挺合理的，因为有正常情况也有非正常情况嘛。因为毕竟委员会成员他是要在年度全体成员大会上选出，这个年度全体成员大会它召开的条件是必须要等到我们财务的审计报告出来拿到了以后才可以召开的，所以这个时间它是未定的。那么在时间未定的情况下呢，没有人去做协会的事情，那也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句啊。 Committee membersOkay, 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老板，叫你先去，他这有湖南佬在那里。啊？是不是有湖南佬在那里？湖南佬有什么关系？啊？湖南老乡与我有什么关系？下不下去？我的话能胸口大吗？麦，还敢大声去呼叫他？谁没关麦？可以关一下麦吗？现在关麦了吧？应该。好，现在关麦。好 ，Thank you， 谢谢。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它这句话里面的主语啊，这句话里面的主语，大家先看一下这个结构图，它里面的主语是 committee members， 就是委员会成员。它这里的委员会成员 members 是复数，就是代表所有的委员会成员。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 general meeting。所有的委员会成员，这是一部分，就正常情况，所有的委员会成员呢，他是必须要 must be elected， must 的情态动词，然后本来它后面是加动词原形，但是因为这个是被动语态，委员会成员他不可能主动被选出的，他是被动被选出的，所以是 be elected， 所有的委员会成员必须要被选出。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就是说必须要在一个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必须要在一个全体一个年度全体成员大会上选出，在某一个啊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然后它后面有一个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其实它是介词短语做后置定语补充说明，就是委员会。这些被选出来的成员，他是要对象是去哪儿呢？他是要到这些被选出来的委员会成员，他是要到委员会里面去的。然后后面又是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介词短语做地点状语，这个是正常情况。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K， 正常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 or 是连接前面一句跟后面一句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它后面一句的主语跟前面是一样的，都第二句的主语，第二部分呢，连接第二部分的主语，它也是 committee members， 也是这样一个所有的委员会。成员，然后它的谓语呢，它也是省略了 must be， 它也是被任命了 must be appointed， 被任命，这些委员会成员他被任命是 under clause 33， 它就是根据 under 就是在什么什么之下，那么就是根据的意思，根据我们第33条款来任命的这个委员会成员。好，所以这句话它的句子结构就是这儿了。请问大家明白了吗？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同样一个主语，然后两个并列的，有 or 连接了两个并列的谓语，全部是被动语态。第一个是 must be elected， 第二个是 must be appointed， 然后呢他们的谓语后面，两个并列的谓语后面，第一个谓语它连接了两个介词短语来对这一部分进行补充说明。第二个呢，第二个谓语动词它后面只连接了一个介词短语进行补充说明。好的， Thank you so much。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我们来读这句话，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那我们就来分一分。All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OK. 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Under clause 33. 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33, OK. 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大家可以一群一群的读，把这个把它分成一群吧。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ppointed 啊，其实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不需要分开，就这样读就好了，免得读了也太分开了又太散了，就直接把它分成一群一群的来读。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可以分成四群来读，第一群是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at under clause 33. 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Okay, 最后一遍了。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Okay, now it's your turn to practice this sentence. 好，现在有请大家来练习这句话。Okay, 有请法龙师兄。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Thank you. Wonderful.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法龙师兄。谢谢你每次都积极的。积极的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诵。Thank you so much. 好，下面有请觉醒师兄。老师晚上好，我来试一下。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Yeah, perfect.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老师。谢谢觉醒师兄。下面有请锦锦师兄。老师晚上好，我来读一下。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nd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Right, 锦锦。Thank you,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老师，你读得很棒 ，Thank you so much. OK, 下面有请王老师。喂，请老师指正，我忘了。哦，没有，您读得很好 ，Sorry。OK。您读得很好， okay, 没有什么可以指正的，完美。对对。下面有请王老师。Can you hear me, please? Hello, 对对。Hello， 王老师， Hello. 您拿麦了吗？拿麦了。拿麦了呀，我没听到。嗯，其他人听到了。现在你听到了吗？我退出来一下，然后我再进。Sorry。嗯，好，没关系。Thank you。好，我开始读了，老师来了 ，OK。老师来了，我再读一遍。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Hello, 王老师，我听到了。您可以再
您可以再OK, 好，再来。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请老师指正。请老师慈悲指正。惭愧，这我您读的太完美了，太完美了，我没有什么指正就谈不上了。您才是英语的学霸和高手啊，我很惭愧，太惭愧了。Thank you so much， 谢谢王老师，您如此谦卑的，就您视线的如此谦卑，愿我也有如是的功德和能力啊，就谦卑的，永远谦卑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好，谢谢王老师。好，下面有请艾琳孙师兄。老师好。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Wonderful. Thank you, 艾琳孙师兄，你读得很好。谢谢老师。Thank you. 好，下面有请吴静师兄。汪老师晚上好。能听。可以。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Perfect. 完美。谢谢。Thank you so much. 谢谢。好，下面有请曾悟师傅。能听到我声音吗？Hello， 曾悟师傅，您拿麦了吗 ？Hello， 能听到我声音吗？那我先退一下再来。可以，听到了。好，把我吓的。好的。今天不知道怎么说，不要害怕，可能是网络延迟，没关系的，等一等就好了。慢慢来，不着急。好的。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Yes, great. 那我可以考你一个问题吗？就您试着答一下。好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指的是什么？就是年度全体成员大会。Yeah, bingo. 是对啦，是的，对，就是的。一听是大会，全体成员大会。对的。Yeah, you are so great. 是，感恩你。惭愧。好 ，Thank you， 谢谢曾悟师傅。Next one， 有请 Yuki。Hello, Yuki。This 老师能听到我说话吗？可以。好。那我来试读一下。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Perfect. 没问题。不用哪个词不需要纠正吗？没有要纠正的。好，谢谢，那我帮忙了。好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 Yuki。Next one， 有请我们的播音员秀英师兄。对。你好。好吗？可以。能听到。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Thank you.Wow,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wonderful reading. Marvelous. Thank you so much. 太棒了。下面有请文书师兄。老师好，可以听到吗？可以。好，我来试着读一下。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13(3)。有一个单词我想请您再读一下。Appointed. Yeah, appointed. Appointed. 好，这个 appointed 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之前学的它是什么？什么单词？我们学的它的原型 appoint 是什么意思呢？任命。Yeah, you are so great. 你记得哦。太厉害。对 ，appoint 是任命。我们昨天有跟王老师学那一句，然后王老师还特别强调了这个 appoint 的用法。它是 appoint 有一个，它有一个动词的一个结构是 appoin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就是任命某人干某事儿。这就是这个 appoint。然后呢，这个是动词原形。然后我们今天学到它的是它的一个动词，be 动词。它被动语态就是 be 动词加动词的过去分词，所以它加了个 ed appointed。谢谢老师的教授。谢谢文树师兄。Thank you so much. Next one, 有请小菊师兄。老师您好。听到了。我好不容易听到您讲课啊，哟，我要坚持学习。好，好的，好的。哎，用没了吗？有啊，还有没有？有，听到您的声音，对，好好好。Three 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Yeah, perfect. 感恩老师，感恩老师，完美。Thank you, 谢谢，谢谢小菊师兄。好，下面有请范师傅。老师晚上好，能听到吗？可以，范师傅。好的，我读一下。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Wow. Amazing. Amazing. 谢谢老师。流利啊。真可以，就是老师们教的好，前面的高手们带的好，我就学了一下。谢谢老师，谢谢各位高手们的带动，谢谢。范老师太厉害了，真的，范师傅太厉害了，真的是。您读这句话，我根本就想不到您是零基础的，就是没有基础的。您真的太神奇了，你知道吗？太厉害了 ，Thank you so much。好，下面有请尚师傅。老师晚上好。Hello， 听得到。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Okay, amazing again. 这一位，你又是很神奇的，你读得太好了。就是我好紧张，谢谢老师鼓励。你这真的读太流利了，然后您单词全都是读的对的，都没有一个错的。太。Unbelievable, inconceivable, 太厉害了。就是感觉就修行的师傅们就是不一样，好像学东西都很快，然后就是觉得不一样，太厉害了。好，我看一下还有谁。好紧张。好的。那还有人要上来读这句话吗？还有老师或同学来读的吗？大家是不是都把这句话给掌握了呢？
好的，我看到了。那这句话看样子大家都掌握了，应该没有读到问题了。OK， 那我们来。曾悟师傅，您说我再读一遍可以吗？可以啊，然后曾悟师傅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再拿麦上来读，没有问题。好，我们再来读一遍这句话。OK， 好 ，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其实我们的目标是每一天学一句话，然后如果你觉得你还想上来读，然后你之前拿过麦了，然后你还是可以继续上来读的，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天掌握一句话，所以没有关系的。如果大家读完了还要上来读，可以的，可以继续往后读。因为毕竟就是变数越多，大家掌握的越牢固。好了，那我现在还是请那个曾悟师傅您上来再读一下。谢谢老师，感恩您关来，我来尝试的读一下。好的。哪一个就是声调或者那个发音不准，您帮我纠正一下，可以吗？好的，好的。好，谢谢。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哦，我觉得很完美，您可以再读一遍，没问题，增加他的那个熟练度。好，谢谢老师。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 general meeting at an annual annual general meeting。这里有点绕口。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再读一遍可以吗？可以可以，没问题。Appointed 这个appointed 其实这个的是一个的啊，最后有个的，但是那个的发得很轻啊。Appointed 对吗？Appointed 对，但是跟这个 elected 是一样的。好 elected appointed 哦，好，谢谢老师，我来读一遍。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Yeah, 33. Yes. 好，谢谢老师。OK, thank you, 谢谢。好，下面我看到小菊师兄还要再拿麦 ，OK， 有请小菊师兄。谢老师。Three 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ause 33. 我发现这个33还不会连，这个您下去就是练一练，下去练一练，看一下音标，练一练，没关系的，您其他都读得非常非常好。谢谢老师。 Thank you， 谢谢小菊师兄排除万难来学习藏城，感恩您。好，下面有请 Yuki。Hello， 您是要再拿麦对吗 ？UK， 您还在麦上吗？啊，能听到我说话吗，老师？可以，可以。刚才有点卡住了。好，那您再读。好，我再读一下。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and clause 33. Yes, 您读的没问题，读的没问题，没有问题。有哪个音需要修正吗？我觉得没有什么修正的，就是您读的时候要最好是分成一群一群来读嘛，这样比较有节奏感觉。如果可以的话，我知道，我再试读一次吧。就如果可以的话就，我再读一次吧。就 committing 到那个就是到那个分符号我就暂停，是不是？对。比如说。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这是一句。然后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这里停顿。这个不是 at， 这是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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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at 是张大嘴的那个嘛 at 对，没发音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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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and close 33. 会好一点吗？会好一点，但是就是你要增加它的那个变数要到量，然后那个节奏感才会更好。比如说 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under close 33.就主要是变数到量，您可以先读一下，先读，然后自己下去再练。好，那我再读一次吧，给我再多一次机会。好的，没有问题。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我再重新读好吗？好，可以。不要紧。Committee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ppointed and close 33. Yeah. Yes. Great. Great. 我有点紧张，我会课后再练习一下。好的，好的。谢谢。很棒了，很棒。耽误大家时间了，那我放麦。Thank you. 那我放麦了。我们会长，好，谢谢 Yuki。我们会长有个问题，任命的话是不是也要在大会上 ？OK， 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会长问的这个问题，请大家思考一下，任命的话是不是也要在大会上？您是说，如果委员会成员他在没有，对，如果委员会成员他是在。年度成员大会开年度成员大会之前就空缺了，那么就要根据第33条任命。OK, let me check. 那我要看第33条。我看一下第33条它有没有说一定要在大会上任命哦。大家如果有章程也可以看一下第33条，就是填补委员会空缺。这个根据第33条第一点的话，他只是说如果委员会他有职务空缺的话，他说委员会可以去任命协会的任何一个成员去填补那个空缺，但是他没有讲是不是要通过大会去填补那个空缺，他没有指明，所以我这里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开会。如果是要开会的话，那么这个是不是已经走程序了，是不是正式成为了那个委员会成员呢？如果他这里只是填补，而且他33大点的标题他是填补临时空缺，
委员会成员，委员会成员必须出现在章程中。如果是临时的委员会成员呢？临时的委员会成员呢？因为我们第三十三条它只是填补临时空缺哦，那么你这个委员会成员的职位也只是临时的，它不是正式的，就像临时工一样。我们刚才学的是临时委员会成员吗？我们刚才学的这句话它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是正常程序走，就是必须要在年度全体成员大会上选举出来嘛，这是第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情况，或者是说是按照第三十三条任命。然后我的理解是，他在年度全体成员大会上选举出来的，这个是正常程序的，这个他就是正式的一个委员会成员。后面的一条它是填补临时空缺，它属于临时的一个委员会成员。然后这个临时委员会成员，我根据第三十三条第一点来看的话，它只是说委员会它有资格去任命协会的会员成员来填补那个空缺，填补空缺成为委员会的临时的成员，但是它没有说要是不是要通过什么方式，是不是要通过大会的方式去选举出来成为临时的委员会成员。英莲老师说是一定必须的，一定要通过大会，就是临时的委员会成员也一定要通过大会上去选出来是吗？我们章程里面有没有这个，我没有看到诶，章程里面我们有哪个条款说一定要这样去走吗？被提名人也要在大会选举，不管是谁被临时提名填补临时空缺也需要在大会中选举，但这个大会的话它可以是全体成员大会吧。嗯，三十三条没说，对，他三十三条是没说，他只是说委员会可以任命协会的成员去填补那个空缺，但他没有说是怎么样的方式去任命，所以我也不知道。好的，那这个问题呢就先留在这儿，我们下去找一下依据，看一下这个临时空缺到底是怎么填补。好的，那我时间今天的学习时间到了，那就。好的,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and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d see you next week. No,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